英国摸底调查。咱们团党支部提议团委会商议，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评议表决，确定了咱们村的贫困户名单。咱们进行一个星期的公示，在这个公示期间有其他的异议，请及时的到咱们村委会来反映，请及时的到村委会来反映。这回咱们村的贫困户名单公示啊，真好，是该有的都有，不该有的一个都没有，这真是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民主。下一步，咱们村有希望了。这新书记上任是三把火，能不能使咱们村脱贫，这还是个未知数。猴子全，谁让你到俺家地里搂地摸的？俺这不在家闲着没事干，来帮你干的。哎呀，俺不用你帮忙，这么多人看着，这很快就风言风语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报告说，郭大亮，这光天化日之下拉拉扯扯的，成何体统？啊！报告说，志全是来帮俺搂地膜的，俺自己干不了，俺雇的他。没有他娘，也别怪你叔说话不好听，别整天没羞没臊的。还有你侯团委，俺知道你想打文月他娘的主意，可是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这副臭德行。俺刚从团委会开会出来，你现在都评上贫困户了，还想三想四的干啥？啊！以后注意点。从俺当选了这个村书记以后啊，俺村里的工作忙，这合作社这边俺也靠不上了。俺有这么个想法啊，你看，咱合作社正好缺人，给村里的贫困户腾几个工作岗位，怎么样？行，你看着办。你们咋还让俺上了榜呢？俺不是贫困户。俺本身就是个残疾人，找工作就不好找。你说你们这又给俺扣上贫困户的帽子，俺这还哪有脸见人呢？全哥，就你不来，俺也得去找你。你现在这个情况啊，跟咱们村的其他贫困户都一样。太自卑，总觉得咱老百姓没文化没技术就应该穷。咱呀不能再穷，现在这大好的时机，上面大力的扶贫，你这样的就应该借这个机会去脱贫。只要脱贫了，有钱了，那谁还看不起你？你说是吧？志勇，俺一个残疾人，俺能干啥？扶贫羊牵回去之后啊，得好好养，咱得争取啊，抓紧时间脱贫啊。志勇啊，自从俺家你叔出了车祸以后，没少给村里添麻烦。小婶子，发放这个扶贫羊是咱们上级的扶贫项目，俺们几个不过就是跑跑腿。那行，那俺先回去了。行，慢点啊。来，大哥，给俺吧。志勇，
除了这个侯志全的还没领，剩下的都领完了。哎，刚才你这说的啥话？咋了，大哥？不像话！这一扎，他能有四指金？啊？俺跟你说，你们家的贫困户是俺极力推荐的。咱们村的村民代表评议，还有投票的时候，哪个不是看着俺这张脸？啊？大哥，你为俺家掏心受力的，俺都知道。俺跟傅他爹是打心底里感激你。傅大娘，当大哥的，俺说你两句，你也别不爱听。这做人啊，得讲良心。大哥，俺记住了。俺回家把俺家小母鸡给杀了，晚上你到俺家跟傅他爹好好喝两盅啊。行行行行，走吧。哎，行，得了。以后注意点啊。哎，行。来给你送这个扶贫款和扶贫羊，你这门怎么还插着呢？开门！俺不开。全哥，你说这贫困户咱们村也不是就你自己，你把自己关在屋里干嘛啊？快开门！哎，你说话呀你！志勇，俺听说最近他一直把自己关到屋子里。估计也不会开门了，要不然咱把存折给他塞到屋子里，把羊给他拴到院子里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行。那个全哥，扶贫款那个存折给你从门缝里边塞进去了啊，密码是你身份证的后六位，还有这个扶贫羊，给你拴到院子里了啊。去去，那边，记得喂他啊你。今天啊，咱们这也走访了好几户了。俺是这么想的，围绕咱们村的贫困户，咱再进行一次更深入的调查了解，摸底。他们究竟有什么才能，有什么技能，咱好因材施策。你看咱们现在掌握的情况，侯宝奎、侯志军的家属，就给人家咬过木耳，侯志超的老婆。他给人家搞过手工艺品，大华子这个臭小子装车卸货，那绝对是一把好手。还有侯志全，他也不是一无是处，他也有他的优点，他很有责任心，很有艺术天赋，咱们就应该给他搭建一个能施展他艺术才能的平台，让他们有活干，这才是长久的脱贫之计嘛。咱围绕咱们村的劳动力，咱搞一个扶贫车间，群众有活干，咱集体也有收入。志勇，俺觉得你说的对，俺支持你。俺也支持。这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志勇，这纸上谈兵可不行啊。我说，你说咱们村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非常的复杂，感觉到在这个时候，咱们村委会这几个人啊，更应该要团结一心。志勇来了。哎，这是家的羊啊，俺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这只羊就拴在这儿了。俺这一开门，又捡了个存折，啊，你看，侯志全的。不像话，他侯志全把村委会当成什么地方了啊？养殖场，不识抬举。侯志全这个情况特殊，他又是个残疾人，咱们呀得多多理解他，多做工作呗啊。嫂子，你别看他腿脚不好使，他很能干，他也足够老实的，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啊。郝志勇，
你别再说了，俺知道你是啥意思。俺跟侯志全的事儿本来就传得风言风语的啊，让俺现在就跟他说以后跟他结婚的事儿，这要是让乡里乡亲知道了以后，那还咋活呀呢？不，那你就这么忍心看他颓废下去啊？哎，他颓不颓废跟俺没关系。哎，你也真够狠心的你啊！人家侯志全，人家当初人家跑前跑后的，人家怎么帮的你啊？你都忘了你？哎，侯志勇，俺没让他帮俺，你啥时候看见俺求他帮俺了？只要你现在拉他一把，啊，让他学点技术，让他去好好的干，他就一准能脱贫。志勇啊，俺也把话给你说明白了，别的事儿都行，这事儿不行，嫂子不可能去跟他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去帮助他。侯志勇，你别给俺扣帽子了啊，这个忙啊，俺不能帮，绝不可能。你。哎呀，要不人家说这最毒妇人心啊。嘿，俺今天俺算是见识到了。侯志勇，你侯志勇啊，嫂子呢就是个毒妇人，又无情又绝情，你呀就别在这儿废话了啊！你走吧，啊，走吧。你走啊！你看看，你看村委会的工作也挺忙的啊！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嫂子就是个毒妇啊！你走了，嫂子。哎呀，不是，走走走。你可不能！哎呀，啊！志全，侯志全，谁？哎，你别嚷，俺是文月他娘。哎，你别开灯，别开灯。俺有几句话给你写在纸上了，俺给你塞进去，你可不许让别人看啊。俺走了啊。志全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在俺心里都是个坚强能干的男子汉，只要你好好干，肯定能脱贫致富。俺不希望看到你这样颓废下去。攀登，人
敢无不奉。做人别学懒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酸甜苦辣都尝遍，千姿百味的人生。酸甜苦辣都尝遍，千姿百味的人生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注意点，注意点。来，这个，啊。哎，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好像见过。表哥，好像是去文业家要账的，之前见过他俩。这样，俺看这两个人，可不像什么好人。把舱门锁了，咱过去看看。这以后啊，你可得吸取教训。这干建筑打小工的活儿就别干了。哎呀，文月他爹的旧债啊，去年刚还完。文月上学得花钱，以后结婚也得花钱。要不干活哪行啊？这日子总得过吧。爷，先休息休息，俺求你多点水。魏老板，哎，志全啊，这两位兄弟找俺有点事儿，你赶紧走吧，赶紧回去吧啊！大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叫谁大哥呢？大哥有这么老吗？哦，兄弟，兄弟，吴大姐，我听说你今天回来，咱俩的账是不是该算算了？什么账啊？吴大姐去年借了我10000块钱，不过呢，现在变成20000了。魏老板，咱当初可是讲好的呀，一年的利息是1500，那利息俺都还给你了。吴大姐呀，咱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，逾期一天是1000，你一共逾期了10天。一共是10000，加上10000块钱的本金，现在是20000。你们这是抢钱啊！说什么呢？哎呦，吴大姐呀，咱这白纸黑字可是写的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合同上面可是有你的手印啊！如果说你还不上，咱只能按合同来，用你的房子来抵债。魏老板，俺借你的10000块钱早就准备好了，可前几天俺住院给用了，俺一直打你电话想通融一下，可您的手机就一直关着，俺打不通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既然还不上，那咱只能按合同来。亮子，哎，大哥，给兄弟们打电话，让他们来帮吴大姐搬家。兄弟，兄弟，别别，这钱俺还。这，哎呀，这钱俺还。志全，这钱啊，你不能再还了。俺已经花你太多钱了，你那个小加工厂也需要钱。再说了，俺这几间破房子也值不了这么多钱。你，魏老板，既然您说俺违约了，那就按合同办，俺这马上找人搬家。好啊，不能搬。
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啊？你们要敢胡来，吃不了兜着走。郭大胆，到村头叫几个老少爷们来，别让他俩跑了。哎，等等，就是一点小经济纠纷嘛，有什么事咱可以商量，可以商量。哎呀，有你这么个人帮他，他也算是够幸运的。这当初要不是他鼓励啊，说不定啊现在还在家自暴自弃呢，也没有现在的侯志全。志全，你的货出问题了。什么？你的货让人给送回来了。走走走，看看去，快走，走。在什么地方啊？前面，前面。前两天走货的时候下了那么一丁点雨，这全哥也没在家，这葫芦架上的葫芦俺忘了盖。这你个混蛋，你这哎这你个混蛋，刘山去干什么吃的你啊？这里损失多少钱？这损失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。行，你过来，俺跟你说个事。你们把这些葫芦抬进去。啊，志勇，俺可这货款是到不了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借一万块钱，俺先替他把这一万块钱的债先还了，等俺下一批货卖了钱，俺先还你。全哥，来货了！不是我，啊，这是拉的什么货啊？盐水管材。哦，哎，给你留一把。行，哎，慢点啊，来。俺给吴玉娥送去。行行，爱给谁送就给谁送。哎，村两委开会的时候，俺当然是力保你家批快活了。那个侯志勇，他不同意，他偏说你家符合脱贫标准。这不马上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评议。你家十有八九被脱贫了，心里有个数，咱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，对吧？小沈呢？哟，哎，志勇来了。哎，志勇，我是在那个节水管材，我给你送过来。啊，正好，俺也跟你们说一下，宝奎说这胳膊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致富呢也能干活了。咱家里边养着木耳，干着这个接水管材，也有收入。前两天俺们开会的时候，保国叔也在，咱们村两委咱们研究了，你家这个情况那是完全符合脱贫的标准。但是脱贫之后呢，咱这些活路啊，这些扶贫的工作还接着干，还照样享受咱们这些扶贫的政策。胡志勇啊，你就是跟俺家过不去是吧？你哪只眼看见俺家脱贫了？你要让俺家脱了贫，俺这扶贫款不就没有了？小沈子，咱现在这个扶贫工作跟之前也有变化，比如说像你家这种情况，能有劳动能力的
咱就要鼓励靠劳动脱贫，已经不提倡发放扶贫款了。俺不听你说，你要让俺家脱了贫，你试试。侯家台村根据精准扶贫回头看相关要求，经村两委商议，党员会、扶贫理事会及村民代表大会评议，投票表决，确定了新的贫困户名单。这文玉明年就大学毕业，前两天刚说了要带女朋友来家里看看，啊，俺家的经济条件本身就不好，你说。人家姑娘来了，到咱们村上一看，这大红纸上写着哪家是贫困户。哎呀，这亲事啊，非得黄了不可。志勇啊，俺不管，这贫困户的帽子，俺不戴。嫂子，你怎么就这么犟呢？啊？哎呦，不是不知道，这个家全指着你，你挣钱就供着文月上学，啊？去年你又病了那么长。咱们村的老百姓那都知道，这次这个精准扶贫回头看，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进行了精准的识别，那是村民代表评议通过的，那不是俺侯志勇说你是贫困户，那你就是贫困户了。再说了，这有人想赖，那都赖不上。侯志勇，哎，哎呦，志勇，你看你怎么又干啥了？不干活，闲着干啥？不是俺说你，你就是不长脑子。整天让你少干活少干活，你就是不停。咱们家要是不脱贫，他们就得给钱扶贫，你就没看准形势。上面抓紧时间让脱贫，下面就要积极的去扶贫。现在的贫困户是大爷，你看看你天天干这个活干那个活，这不是让村委会给他脱贫了吗？咱要想办法返贫，咱这一年一户可不少钱呢。俺心里有数，这都一直算计着呢。这扶贫的活路，咱挣的是3270块钱，还不够脱贫的线，剩下的10000多，那是咱们偷偷在外头打工挣的。你在外面打工，外人不知道吧？那还能跟别人说？那咱这不是为了开店的事，外人也不知道是吧？都知道咱致富，在外头学徒没有工资。哦，那就是说，从表面上看，咱们家没有脱贫。要不然俺能揍那侯志勇啊？你看俺这手还肿着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别提这事，你揍了人家，咱这个贫困户不就更没有戏了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不揍他就有戏了，不照样让咱脱贫呀？俺看这些村干部，那是软的气，硬的怕。越是跟他好好好事事事的，他越不跟你好好办事。你揍了人家，他们也没把他列到贫困户里啊。哼，他要不给咱列到贫困户里，俺就不让他消停。你呀，整天跟你说，稳重。淡定。哎，宝宝说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还得积极的把群众的工作给做好了。俺一定认真贯彻落实，行。大华子，这么早就下班了？这贫困户，俺都不是了，俺还上个屁班。俺就来问问你，为啥给俺退出了？大华子，俺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当时你家被识别为贫困户。那是因为你家俺大舅他身体不好，他需要有人照顾。现在你家俺大舅这不人也没了，你身强体壮的又能干活，又给你介绍了企业去上班，你现在就已经不符合贫困户的条件了。那俺现在俺就不去上班，俺不上班俺就没收入，俺没收入俺就是贫困户。大华子，你小子你别在这耍无赖啊，你别以为俺不知道，去年给你家的那个扶贫羊，你偷偷给卖了钱是吧？让你去搞养殖，你嫌脏；让你搞那个蔬菜大棚，你又嫌累；让你去企业上班，你又嫌枯燥乏味。你小子你到底想怎么着你啊？就是想当贫困户，
你要不把俺平分好，给俺弄回来，俺就天天赖着你。大伙子啊，俺就这么跟你说，你小子你要想当懒汉，俺不劝你。咱下班，他想在这坐，让他坐着啊。走走走，咱下班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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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哥，小哥，那，去去去，别跟着。你不把俺设备为贫困户，俺就跟着。嫂子在家呢，打滑了。这是包饭。是啊，包饺子。你看俺表嫂，人长得漂亮，还能干。俺表哥，你可真有福气啊。俺表弟这是嘴上抹蜜了，说话这么好听。行，嫂子今天高兴，包饺子一块在家吃。哎，好嘞，嫂子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瞎热情。打啥了？他那个贫困户，这不刚给他退出了吗？没看见跟在俺屁股后边，这不走啊？这下你倒好啊，一下给让了个实在的。好了，俺跟你说，他侯志勇不就是搞了个合作社，挣了点破钱吗？啊，你老二，俺老大，他老几，老莫，老莫他都发不上。嗯，他侯志勇还让俺来给你们做思想工作，咋了？咱俩啥关系？啊，啥关系？是不是亲兄弟？亲兄弟，啊？那哥哥走了，他能往外拐吗？啊？往里拐，往里拐，啊？啊？再说了，咱哥俩可不是侯志勇他的情，他想往哪打往哪打，咱不能让他拿咱当挑食。胡三娘，俺跟你说，你就听俺的。到时候按照俺跟你说的方法去做，没错。啊，你听着没？哎，他证明不了咱们脱贫了，咱们就是贫困户。这政府他就得扶贫，扶。何军，嗯，何军，大华子，小萌还得做作业呢，你得回去了啊！俺不说话，不打。这都几点了，你不休息，俺跟你表嫂子还得休息呢。哦，你们睡呗。俺又不去你们卧室，俺又不偷听，俺在这给你们看呗。俺睡沙发挺好。我这大华子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还啊？俺还要啥脸？贫困户都不是了，还要啥脸？小萌，上你房间做作业去。
话的。听说你小子可不老实，还调戏过太平村的小寡妇。表嫂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俺哪调戏人家了？大华子，你有胆子调戏太平村的小寡妇，俺看你也敢调戏你表嫂子俺吧？哎，嫂子，这干什么？这啥意思？俺要是大声喊，你非礼俺，你表哥他不会揍你吧？嫂子，行啊，算你狠，俺走还不行吗？哎，大华子，这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哼，你要不把平块货给俺弄回来，俺明天还在你家，天天来，吃穷你。大华子，你大晚上回来啊？行，回，干啥？你慢点，大爷。回去。回来。哎，浩，要跟你说。说什么？锁门。浩，这个事就听你大爷的，必须装。嗯，知道了。不，咱家的扶贫窑卖了几千块钱，你要在外头打工挣了3000块钱，凑了10000，明天你带到银行里存一份，咱留着买房子啊。行，来，今天拿，现在。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你不怕让别人听见？喝点酒你不知道自己姓啥？嗯，俺姓侯。俺老侯说话不好使了是吧？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啊，什么位置？干啥呀你们？干啥？俺一只手，俺就脸。来呀！干啥你们？干啥你们？哎呀！干啥呀？自从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，侯书记带领村民们搞起了这个扶贫车间，还有庭院扶贫等等一些项目，还硬化了部分主干道路，建起了这个党群服务站、党员活动中心，可以说是硕果累累。这现在呢，村里跟很多加工企业都展开了合作，也特别希望跟两位老总的这个永清食品展开合作呀。这个呢是个好事儿，我们呢也愿意和咱们这个民风淳朴，咱们这个村领导班子特别和睦的这种村庄一起合作。那太好了，那侯书记，明天你抓紧时间组织人员到王总的公司考察那个蒜米加工项目。好，那行，两位老总，我再带你们看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产扶贫花生。走，队长，那个。俺们村有个贫困户，特别倔啊。我这两天评上贫困户之后，这心里边可能觉得接受不了。村里边那个贫困户的公司名单啊，前脚贴他后脚撕。这样，俺给他儿子打了个电话，
俺想跟他儿子一块给他做做工作。哦，行，你忙你的。我带这两位老总，咱们四处转转啊，好吧？刘站长，俺陪领导去看看。好，那走。这就是咱们的高产花生示范园，哈，是我们镇和咱们区扶贫办从那个威海乳山引进的。哎，这个花生太有特点了，不施农药，不用除草剂，而且是双层地膜，这个花生可以说达到了这个绿色食品的标准。刘站长啊，俺拔一颗，您看看。哎，不用。哎哎，宝宝。哎呀呀呀，哎呀，你怎么乱拔人家花生啊？你看啊，刘站长，咱领导拔他颗花生，那是看得起他。行，嗨，您看这花生啊。颗粒饱满，喜人呢。一亩地能产800来斤，对，比之前俺们种的那个品种啊，增长了有1倍多。听说咱们家被评上贫困户了，反而您还不高兴？您是不是怕影响我们两个人的婚事？我们两个人其实对这个贫困户是没有什么意见的，毕竟这么多人想要，还贫不上呢，对吧，叔？对，你看这孩子说的多好。就是啊，大娘，其实我不在乎咱家是不是贫困户的。对，贫困户现在很正常嘛。再说咱家条件确实也不好，要不然村委会也不可能把咱们家识别为贫困户。对，这也是国家政策，他们要是贴公示就让他们贴呗。俺看出来，你俩这次来呀，就是给侯志勇做说客的是吧？不是娘，咱们做人不能太犟，理解万岁嘛。对对对对，嫂子，理解万岁。明月，长大了能教训娘吗？不，娘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是。孩子根本就没这衣服，你看嫂子，你都想哪去了？真是，拿条手。哎，跪下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人要靠自己。你看，这个挺简单的，穿过来这样一拉就是一个。娘啊，每天晚上就干这个，一点都不累，就放心吧，哈。明月。按说呢，你也这么大了，俺不该当着小美的面呀，给你这个没脸儿。可是呢，娘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个贫困户，整天想着不劳而获，咱可不能干那种要钱不要脸的事儿啊。娘，您教训的对。是我不应该有这种不劳而获的想法。咱穷的得有骨气，要花钱咱呢就得靠自己的手去挣。这人呐不能懒了，一旦懒了呢，再想勤快可就难了。大娘，其实您误会文月了，我们回来之前，志勇叔给文月打过很多电话，我们不回来也觉得不好意思。文月也不是那种不劳而获的人，他除了每天上课之外，在校内校外还有很多兼职。这不马上暑假了吗？他连暑假的工作都找好了，他也是想给您减轻压力呀。这事儿啊，俺心里不明白。
可是啊，娘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在学校啊，就是一心学知识、学本领，没钱了呢，找娘要。娘现在呀，身体好好的，要说起干活来呀，娘啊，不输给那些老爷们儿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耽误学习的。大娘，文月可是我们学校的学霸，文字功底是我们学院最好的。大娘啊，也是恨铁不成钢，一心让文月啊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。他那臭脾气，在咱们村啊，俺就了解。俺回头跟你说说去。他儿子文月说话都不好使，你说话能好使啊？啊？哎，只要他生病，俺这不照顾他。俺这又把扶贫的活路给他送过去，俺就不信他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俺，做他思想工作和扶贫的事交给俺。儿子，俺看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啊？你这是想帮他脱贫呀、啊？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啊？哎，志勇，这你可别乱说啊，这没有的事儿。俺看你跟他呀挺合适的，年龄也相仿，吴玉娥这么能干，你呀好好把握。志勇，俺就一个残疾人，俺哪敢有那想法呀？俺就寻思他只要过得好，俺就心满意足了。以前的病还没好，怎么又去干活了？幸亏这次是中暑，不是以前老毛病犯了，那多危险！俺没事儿，俺能干活，很快就好。行，以后你自己多注意点。子璇，帮俺看着点，俺那边还有事，俺还走了。慢着啊！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啊！哦，知道了。你看你，就是不听话。这都四十好几的人了，咱呀不比年轻的时候。哎，俺不是觉着这文月越来越大，这眼瞅着就得结婚，俺能多干点，俺就多干点。你呀，这还天天说让文月自食其力，你这怎么又想着帮他赚钱啊？话是这么说呀，哪个当娘的都不替孩子着想吧，俺也不能拖孩子后腿啊。你这得亏是没什么大毛病，你这要累垮了，那才给孩子拖后腿呢。文月他娘，俺这不自从政府扶贫以后，俺自己开了个小工厂，还种的葫芦，这两年也算有经验，正好缺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汉子来帮着俺管理。俺有个想法，想让你给俺干经理，咱俩一块干行不行？志全，你这么想不是可怜俺、啊同情俺吧，你这女强人，还用得着俺可怜你呀、啊？你可怜俺还差不多。你要给俺当经理啊，俺一年给你30%的红利，行不？这30%，那是多少啊？差不多2万多块钱吧，也不比你在外挣的少。那
敢就试试。哎，就等你这句话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阿小跟你说一说，就是咱村那个贫困户啊，那个名字也别嫌不好听。俺两年前是贫困户，啊，现在这不也脱贫了吗？咱呀，该享受政策的就享受政策。俺呢，尽快带你脱贫，到时候咱不就不是贫困户了吗？这样也不用给村里拖后腿儿。咱呀，接受这个现实，让他们共识去吧。反正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俺是贫困户了，连孩子都知道。俺呢，就听你的，公事就公事去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说你是急的啥？饭也不吃。别忘了啊，买点饭吃。这是哪个该死的王八蛋干的？哎啊，个王八蛋！你出来你，李秀莲，你出来，你个王八蛋！好了，个王八蛋！别吆喝了你，咱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人家干？谁干的？哎，也就是他干出这种好事来。好了，李秀莲，你个王八蛋！你再吆喝，这村里人都听见了啊！这样吧，那个，把拿回去，过一会儿啊，放到那个垃圾池那边，啊，行，回去吧，回去吃饭，啊，志勇，啊，你就别去了，俺眼皮老是臭，你说大清早的放这么个玩意在这里，它不吉利，快回吧，啊，走了啊。那你在路上可注意安全啊！你放心吧，老司机了啊，慢点啊！哎。嫂子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？乖，他怎么了？俺让你乖，你没听见？啊，表嫂子，人最好，最贤惠，最通情达理。少好俺来这个，俺和你说俺话的，以后你再赖上俺家不走，小心俺操！来来。回来，
把它扔到村头的垃圾站，快点。哟，大华子，这吵吵的啥？别生了，这是没啥事。哎，你这手里拿的啥？俺也不知道，俺表嫂的卵扔到垃圾站呢。哎，俺咋看着像花圈呢？你家谁没了？该不会你表哥不声不响的没了吧？也没见有人来吊丧啊。李秀玲，花圈是不是你放的？你哪只眼看见是俺放的了啊？是你老头子得罪人太多，有人想为他送行，你得替他高兴。你就说是不是你放的？你想打架是吧？就是俺放的，你能怎么着？俺怎么着？你说俺能怎么着？哎，别走走，哎，别走走，哎。书记欺压贫困户，纵容老婆打人，天理何在？大家都看看啊，都看看，影响是相当恶劣。这下好了，全市都知道你侯书记的光荣事迹了啊，你火了。可惜是个丢人的事。哎，你说吧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刘站长，你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俺知道这件事情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，你也别把责任都推给俺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照样出问题。王祖勇，你什么态度？我告诉你，调查组这几天就到，谁失职，谁出了问题，就处理谁，绝不姑息。行。俺等着你来处理。你侯子勇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那个两位大姐，我们是扶贫办的工作人员，想了解一下侯宝婆家的家庭情况。侯宝婆前两年出了车祸，具体情况我们也不了解，你还是问问别人吧。啊，那个侯志勇在咱们村扶贫工作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哎呀，我们更不知道了。那行，你们先忙，咱再去入户了解。好嘞，不是，前面坐稳吧。好，咱不坐稳，咱右拐去右户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个侯志勇他老婆，你敢惹？那个侯宝和他老婆，你更不敢惹。我们装什么也不知道得了，咱们谁也不敢惹。喂，文玉啊，娘，我告诉你好消息。我写的剧本被一家公司看中了，卖了他们10万块。哎呀，真的啊！而且这家公司还跟我签了聘用合同，一年出8万块钱，聘请我给他们做专职的编剧。哎呦，这太好了。对了，娘，我这几天回家一趟，我回去再跟您说。哎，好，好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说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人要靠自己，自食其力。俺文玉，儿子，出息了。哎，我说，哎，这自长，这干啥？哎呀，宝宝说，俺儿子出息了，俺这是激动的，俺高兴了。
跟你们说啊，能不能注意点啊？这守着这么多人，这大白天的搂搂抱抱，这成何体统啊？以后注意点啊！那个大伙听俺说啊，俺给大伙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扶贫办的领导。怎么没听见是吧？哎，鼓掌。今天领导过来呢，主要是了解一下，这个侯宝奎家的家庭生活条件啊。这个有一就说一，有二就说二啊。知道的就说知道，不知道的就不能乱说啊，事实求是。老婆、哎、那个今天我们了解情况也还是回避一下。不同志那不行，这上面来领导俺就得陪着吧，这是俺工作是吧？好不用了不用了，哎，你先回避。不领导这是俺工作。来都坐下。大伙千万别乱说啊。来，坐下。说好可不是好同志啊。那个大家不要怕啊，我是扶贫办的工作人员。大姐啊，根据我们做了一些了解，宝奎大哥的胳膊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你和孩子呢也有赚钱的能力，你们呀已经完全符合脱贫条件了。哎，同志啊，你看他这胳膊还没好，俺天天在家伺候他，俺家是真困难，你别看这膀大腰圆的，咽一个坑，咽一个坑，这都是虚胖。对呀、啊，同志啊，这不是通过这个车祸以后，俺这个胸口还有点疼，这不是也没钱去医院，你看你们还是得多帮忙吧。宝奎大哥呀，这胳膊手的能和心脏有啥关系啊？同志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这十指连心呀、啊。调查组的人过来都是问的啥？嗯，他们问了问侯宝奎家的家庭生活条件。他们有没有问俺家志勇的事儿？嗯，问了，俺说了啥也不知道。嗯，他们就走了。他上哪了？好像刚从文月家出来，去侯宝奎家了。按照常理推算，宝奎大哥的胳膊已经一年多了，早就应该好了。再说了，这乡亲们都看到了，他完全可以行动自如了。谁看见了？谁说的？是不是侯志勇他老婆刘翠兰说的？刘翠兰就是个疯狗，到处乱咬人。对，疯狗，乱咬人，乱咬老实人。要不就是吴月娥这个贱人说的，他的话更不能信。脑子有毛病，神经病。大姐啊，咱们得用事实说话。啥事实啊？你们以为自己是老几啊？还用事实说话？俺看你们跟侯志勇就是一伙的，官官相护，就知道欺负俺们这些老实人。说啥呢？你说啥呢？哎，说你呀，说侯志勇，你胡说八道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咱们是个舞台粉。大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胡大娘。哎，大哥，胡大娘，胡大娘，哎，宝奎大哥，装胡大娘，没事吧？装，赶紧打120。胡大娘，胡大娘，你看，手都拿出来了，哎，手都拿出来了，哎，你看看。点出来啊！嗯，好的。待会我出去一下，我去医院给我爹取那个检查结果。但答应人家客户了，今天就得交片儿，务必检出来，而且还得检好啊！没问题。看这个不错，就这家去了。是。
能给我们便宜点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们店的最低价格。姑娘，你看俺们都是乡下人，也没有啥钱，就给俺们便宜点吧。这个我也做不了主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问问我们老板吧。哎，哎，富哥，哎，这个请柬还能便宜吗？这不是致富吗？这店是你开的？你们认错人了吧？你们，你们先看着啊。哎，我跟他们说，我叫侯师傅，也不要跟他们说我任何信息，懂了吗？那个，你们先看着啊。概不还价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支付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说概不还价。哎，姑娘，你们老板是不是叫侯支付啊？对不起，这是我们老板的隐私，我没法告诉你。俺看清楚了，那就是侯支付。他那是回家故意装穷给咱们看，为了骗取那扶贫资金。哎呀，你说这一家子咋这样呢啊？他爹装病，他就装穷。这为了这点扶贫资金，这一家子都不要脸了。可不说是，侯志勇啊，帮咱不少忙。咱做人啊，得有良心，咱不能让志勇啊受诬陷，也不能让骗子得逞。走走走走。哎，你们还买不买了？不买了。这俩人有病吧？根据我们调查组和咱们村扶贫理事会的深入调查、了解、论证，村民杨大华身体健康，父亲去世以后啊，无任何生活压力，符合退出条件，应予以退出。侯宝奎的家庭，领导，侯宝奎家不符合贫困户，俺们都看见了，他儿子在城里开了婚庆店，还雇了好几个人呢。这位大姐，坐坐坐。刚才这位大姐说的和我们调查的情况结果是一样的。侯志富确实在市里注册了一个婚庆公司，所以说侯宝辉家一直在骗取扶贫资金，按照规定啊要予以清退并收回被骗取的扶贫资金。李秀莲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？俺没啥可说的，俺不是贫困户，可是这上网造谣生事，跟往侯志勇家里送花圈的缺德事，他不是俺干的。这个送花圈的事啊，我们没有调查到，但是网上发帖造谣的事，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。张警官，你给大家说说。我们已经通过技术手段查到了发帖的人。这个人就是村委委员侯宝国的女儿，并且在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控制了他。这次造谣生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我想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张警官，这帖子是俺发的，跟俺女儿没有一点关系，你们要抓就抓俺吧。侯宝国同志，不是你说抓谁就抓谁，谁犯罪抓谁。俺是自作自受，俺是让书记的位子给冲昏了头，再往侯志勇家门口放花圈，还有致使村里人捣乱，都是俺干的。你做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太丢人了。而且，哎，志富，你还是娘，我爹他得的是心肌梗塞。哦。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抓紧时间过来吧。不像话！我跟院儿一辆车马上就去接他。好好的女人，反省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我听俺说两句啊，今天啊这个好日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在这儿，俺代表咱们村的老百姓，祝一对新人婚姻幸福，白头偕老。那咱大伙儿掌声欢迎新郎官，侯志全同志，坐上去啊！非常感谢大伙儿来参加俺跟吴玉娥的婚礼。今天啊，俺感慨万千。俺侯志全是个残疾人，总有些人歧视俺，背地里叫俺侯残废，出门打工没人要。说实话，俺很多时候俺都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。可是自从政府扶贫以来，扶贫办和村委教俺学技术，还帮俺贷款创业，今天俺成为了小老板，还帮助村里的一些贫困户脱了贫。俺有自信了，俺现在可以大声地对所有人说，俺不是贫困户。不敢触碰，好久没有听到你的笑声，阴沉的脸无法掩饰内心的酸楚，每当看到你的坚强，感到阵阵的心疼。人穷不可怕，去攀登，人要靠自己，勤劳苦干无辜风，做人别学懒，到头来一事无成，酸甜苦辣都尝遍，千滋百味的人生，酸甜苦辣都尝遍，千滋百味的人生。